一个人的价值，轻轻放肆，是为了掩盖什么无知？我还是个孩子，不要逼我做不想做的事。不敢尝试，因为人生没有第二次。什么方式可以弥补错过的事？有些讽刺，一房间的考卷计算纸，给个提示，我已经快要失去理智。心思，什么才是真实？你能不能够给我一个像样的解释？我与这一切为什么如此？我已经很尽力假装我不是个孩子。是为了谁的坚持？几个数字不能代表一个人的价值，轻轻放肆是为了掩盖什么无知？我还是个孩子，不要逼我做不想做的事。什么费尽心思，什么才是真实？你能不能够给我一个像样的解释？我与这一切为什么如此？我已经很尽力假装我不是个孩子，我不是个孩子，我不是个孩子。囚禁在这冰糖的体质，不想再去追求什么名词，管他什么分手了事，什么计算公式。能不能够给我一个像样的解释？关于这一切为什么如此？我已经很尽力假装不是个孩子。谢谢。